今晚，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都选择在今晚播出饱受期待的真人秀经营类节目，分别是《青春旅社》《亲爱的客栈》，两档节目的类型都非常相似，而嘉宾方面也是非常有看头的。上小编带你们来了解这两档节目都有哪些分别吧。《青春旅社》是由东方卫视推出的原创节目，嘉宾阵容方面，王源、李小璐、景甜、李静、戴军、程小月、何穗、赵英俊、郭敬琪、王自如、狄倩一。该节目通过将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价值观的青年人分两组，分别经营两家青春旅社，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创业生活中畅聊青春，倾听故事。而《亲爱的客栈》是湖南卫视推出的经营体验类观察真人秀节目，嘉宾方面，刘涛、王珂、阚清子、纪凌尘、陈翔。至于飞行嘉宾方面，易烊千玺、杨紫、郑佩佩、张杰等人。该节目邀请两对明星夫妻或情侣一同前往具有浓郁人文特色的圣地泸沽湖，用20天时间经营一家客栈，远离喧嚣。嘉宾们准备民宿与定价，随后等待飞行嘉宾的到来，在解锁民宿有趣的生活内容之后，举行民宿大联欢。这两档节目里分别有 TFBOYS 成员王源与易烊千玺的加入，这无疑是赤裸裸的 PK。 今晚两档节目同时22点首播，你比较看好谁呢？